队伍可能也算是就是中生代的学长，那就是今年组建了很多年轻的球员，包含右哲，就是希望我自己可以带领他们，就是打更好的成绩。就像今天，可能我们就是几个年纪大的球员在场上的时候，可能有把比分拉开，那可能到年轻球员上去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就没有人去提醒他们这些事情，然后就会比分就是慢慢被追上的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蛮兴奋的，就是赛前其实自己也蛮期待的。我也跟右哲说，就是很久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打球，然后就是蛮期待这场比赛。对。